来，你们喝点水。哎，我不是记得你最讨厌梅味的水吗？你女朋友这都不知道。没事儿，我现在喜欢喝这个。吃礼物。什么呀？不会是？不喜欢啊？怎么会呢？喜欢。我说你怎么想的？像她这种女强人，性格这么强势，你怎么忍得了？就是啊，我上次在便利店就看出来，她根本不懂你。我看她压根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吧。就是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你回来了，还有两个菜就好了。其实真正的懂事不用说出来。没什么大问题，但还是要注意，平时多锻炼身体，糖分还是少摄入一点吧。你们喝点水。没事儿，我现在喜欢喝这个。生日礼物，打开看看。怎么样？这个飞利浦黑蜂巢电锡刀，具有 Skin IQ 机能感应科技，可以敏锐感知你的呼吸状态，随机用电，灵活贴面，顺滑无死角，剃得干净的同时还能倍感舒适，以后就不怕皮肤泛红了。你说是我懂你，还是黑蜂巢懂你？当然是黑蜂巢了。送你的礼物。什么呀？我也不太懂摩托车，所以三种新款我都买了。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。抖音，这么大太阳出行居然坐摩托车，你看那女的脸被晒的。这年头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摩托车上笑。对不起啊，我你瞎说什么呢？我说你啊，白受罪，条件这么好，非要找大院。我觉得他挺好的。兄弟，决定好了没有？真舍得卖啊？这年头，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愿意坐在摩托车上笑。卖，行，加上你找我借的120万。借了，兄弟，好好对他。没问题。对了，你呀，一定要多多用防晒霜。这个 Elta 防晒是结合了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三重防晒 ，SPF45 可以有效防止皮肤晒红、晒黑、晒老，而且它是无油配方，上脸不油腻，可以作为妆前乳提亮肤色，有效持妆。以后啊，你坐摩托车再也不怕啦。喂，依依，大元，你到了吗？到了，你快下来吧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我有个惊喜要给你，你回头看看。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？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出发。抖音。